用啊，在这里找到。包不起来。哦，有肉。要是要用镐子啊，铲子不行啊。嗯。那铲子是要干嘛的？哎，那自动来了。石头一定要用镐子。自动好叫，它不会自动口。哦。北方的岛屿对。他那时候好了吗？北方的岛屿。烧好了，烧好了。按那个。好。 M可以看到地图，哎，我刚刚地板上有丢几个玻璃，你有拿到吗？有，我有拿到。哎，我真的哎，地图好像好远哎，它很小一格吗？它就一层一啊，小格，很小。还是这是等级二的岛？对，它哦有哎，它写二哎，哦小一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是越的一等在打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边等级二的地图啊。对啊，M 你们那个岛上面有一个盾牌跟剑，哇，我的天哪！现在还好，我应该去一去一试试。 对，其实还好，就是都可以，因为这种里面的怪是都蛮强。哦哦，啊，是因为我们装备没有装备就冲进去吧？这个衣服根本就没什么。接任务到，接任务喽！你们血量有那个吗？过来啊！过来啊！其实满的，你过来啊！过来啊！过来啊！好，划船要划很久，我去厕所。 去厕所，你后面那个，我不用，后面那个，我不用啊！反正到了，你直接停在岸边，我回去下去。可以，你过来啊！哎，冷静，冷静，过来啊！过来啊！冷静，冷静，我被抽了，我切窗回来，然后打到你。天哪！天哪！我去厕所，再去。啊！有人在，有人在，有人在！啊！不是抽到狗，抽到狗，抽到狗！啊！ 不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看来回家了。谁告诉不会触洞口的？骗子！他之前都不会触洞口。骗子！走不咬你，咬你，咬你，咬你了！我还在那边，来来来来来来！爆米花！是不是要肚子饿了？等一下，我们在二号岛上面坐床好了啦。骗子！好远，打甘蔗了是不是？ 跑不掉哎、欸，我跑不掉，我有滚啊！而且他咬一下就两颗星不见了，对，这么凶哦。嗯，凶巴巴的。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在马上会无剩这个技能。那我们马可以打他吗？不行，你上马之后什么都不能做。哦。可是他就会他的仇恨值就会消。哦。嗯。 那我可以用马是碾它吗？马碾它是什么概念？就踩过去啊！好，好，好。就是，看那个小三角形，是我死掉的位置吗？竹子也是要木头砍，那个骨头砍的，对不对？斧头，斧头。哇，哎、欸，有个，这是干嘛？烧好了没？好，还没。这样其实玻璃也蛮贵的。 玻璃感觉超贵哎，你是挖了一堆，然后只能烧这样一点。你自己过来看啊，我已经挖了一块走了。地上我那时候地上有丢一些，有啊，我都拿去烧啦。我真的没有了，像我上完厕所，我才刚滑刀。对啊，好久啊。好了，到了，我们到岸了。好，请问，哦，木筏在这。那我划过去哦，你们在做一艘，那个谁哈进回来了吗？ 我还没，我还在找工具。来啦，我去找你们要一起过来。对啊，他们岸边有停一艘，岸边有一艘。好，我觉得我想办法先做一个船。打死了！打死了！你怎么没死？哈哈哈哈哈！是有经验的人。嗯。诶。 啊！我刚死掉了，然后结果我那匹马就不算我的了，是不是？算了算了。啊！我怎么不能叫他？还是他死掉了？啥？刚过去还是太远？哦，有有有有，太远了。那怎么叫啊？按那个 Q， 然后左下角会有一个哨子。哦，他自己找。有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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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不是。我来了，旁边在挖沙的，你们在帮我们弄一些哈。 哦，这是船吗？对，你怎么有地雷？有雷区，有地雷区。哦，真的，这是地雷，这是雷区。那里面还有个人，就旁边有一个 NPC， 然后旁边刚进去的时候我就爆炸了。我想说那个是谁，我要去过去看看，然后就爆了。哇！所以你也死回来了。
我没死，我没死。哦，真的哎，全部都是地雷。对，就看到一个海盗船。这可以捡起来啊，好棒！捡到一个铁镐啊，铁锤。好猛哦！哦，有气哦，怎么有地雷？哦，我们有铁钉了。我要把雷他地雷，小心小心，虽然不会一下死，但是很痛。哇哇！我被炸了三下都没死哎。 你们刚刚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？啊！你们刚刚上岸之后往左走？直走啊！上岸直走，稍微往右一点而已。对，偏右一点点。嗯，我要晚上了。完了！完了！完了！你在海上多久一个晚上？半个小时吗？它上面右上角有写啦，48分钟一天。 哦，24分钟一个夜晚，那他可以调设定晚上短一点吗？看起来我看没有时间，可惜。啊，哈基，你想要在海上过一晚，还是要在路上过一晚？我觉得可以去路上捡个东西的。哇，好，不然我在海上没事做就无聊。那换你划。哎哎哎哎，不要吓我！我走，掉下去我就要被游很久了。 还有搁浅的船呢，这是什么？海盗船？沉船吗？类似那个麦块的那一种沉船，那但是它是陆在卡在陆地上。哦，那个东西我拿光了，它个对，刚有一个钥匙，对，在我身上，它不会喷掉耶，很怪。很猛。来，日出哦，左边有日出，哈基。哦啊，日出耶！日出，原来是日出啊。哎，杰克，你身上没有打火石对不对？ 我可以点火。哦，好好好。那杰瑞，我们刚刚死掉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我要去拿东西。在那个这边。洞口啊。想出里面要不要？等等，有火这边。看一下。哦。里面。刚刚那只。这个房子里面要不要插个火把？哎，哈基，看那个月亮在笑哎。就插火现在站在这边角落。天亮。后面那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在跟着我们？大象啊！你没看过？大象啊！没看过大象。大象吓一跳。 看不到那只，也没。哦，身上满了是不是？对，应该是满。身上满了，好多石头，谁捡这么多石头啊？真是。耶，我要划过去了。掉，这什么啊？你愿意看我衬衫呢？哎，帽子，这刚刚谁的帽子掉就拿到了？那衬衫呢？那个盔甲的呢？绿色的，圆形头盔。哦。 小绿帽啊，小绿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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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放地上。啊，你的，你们两个私人机，差一点关到。那擦哪擦地板？这边我现在等下那个岸边会超多烧竹筏的，越来越多。我们等下就是竹筏盖成一座桥，有没有？越来越多。哇，这最好不会烧到房子啊。用竹筏盖桥。 欸，竹筏划一划都划到水里面呢，看起来就快要溺水了。怪吗？救路欸！哎、欸，有，它其实右边山上啊，你视野距离怕一样那个很像那只狼。狼哦，绿绿的，这已经跑出来了。嗯，晚上是晚上外面会。 晚上升的，没有气耶，快跑！因为你要准备上马，附近有够亮，有够亮，有够亮！那只我靠，超亮哎，这里！我掉进洞里啦！哇，超亮哎，这里！我自己想办法挖起来，不是？我看到它亮亮的，对，它亮亮的。你是好人吗？哦，你是好猪猪。好人，好猪猪。哦，它是狼人。什么啊？不，它是猪人。这个好像是盐矿吧。 我预言家，盐盐巴吗？哦，我看到绿绿的了。盐巴，可我不知道不确定它来做什么。不知道怎么上去啊？做食物吗？那往上挖吗？往上挖，你没办法往上挖吗？这个是哪个？这可以拿做火药，那这不是盐矿，这是什么？我只觉得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大而已啦。不是，硫磺是黄色的。哇，这个熔炉需要你点燃。 那你救我一下好不好？你把它挖出来好不好？啊，我帮你放好了。等等等，不然你把那个工具丢掉。这是盐诶，它可以做火药。盐吗？为什么可以做火药？那个，请跑酷上来。
怎么不记得大特石头有看到盐可以做好药？哦，还可以这样，对啊，好酷，好酷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对对对，是猪吗？换你了，你怎样？你死掉了？我站在萤火，我站在萤火上烧死了，自己烧死，烧烤团团，烧烤小团，好远呐、哦，烘团。好远哦！真的是烧爆了！哎呀，天哪，滑好久、哦！哎、欸，啊，我做的火把有效了哦！我刚刚在捡东西，捡到一个面具，哎，是刚刚我尸体上面的，谁的？面具，我的。哦，你超多东西耶！天哪，东西慢慢捡。有的没的。哎，我的尸体，进去看一下。怎么做火把？火把在哪个选项？知道在兔我兔我那边，兔我，那只猪是什么、啊？这里，那是猪还是熊啊？绿绿的吗？熊，啊、没，熊会没，没，有啊，旁边有个妹啊，没，打火石倒是在这，我没有说。哎、欸，岸上有绿绿的啦，你绕一下。绕一下，然后把马架过来。他一直在那边绕来绕去。我没有打火石可以做。你没有打火石。啊，那个蓝色的花要用什么才能做？纺车机是不是？对，用我那个洞窟旁边，我在家里有做。又要带回家里。嗨，哈基。嗨。往下挖，我还是不懂产能的道理。你别把在里面做火把。你在里面做吗？哦，赶快上！对啊，你们进里面探险啊！我去找你了。这是水晶吗？哦，啊，对，我要拿三。对，水晶呢、欸？我捡到水晶一颗。水晶能够……哎，外面好多哦，好恐怖啊！我又是银啊，铁呢？哦，原来水晶能够做特殊鞋子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好啊！一个玻璃要是五个沙子，五个啊，超好的。哦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也快盖完了，你也快盖完了。对，我也快盖完了，终于。不去了，是前面有怪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我看到绿绿的，绿绿的。嗨，你好。出来了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啊！你好。你没有马吗？骑一下，骑一下。骑着进来，他不理你哎。哦，因为马就是你骑着马，他都不会理。我刚刚一路跑过来，他也。反正这个游戏要打赢家，我找不到你们。你河岸边绕一下，一定绕得到。好酷喽！哎呦，进去绕一下，可恶，太黑了啦！为什么你跳得上去？啊，有了。他，你刚不是有两只马吗？对，我进来了，我骑进来了，骑马进。就确定不会被打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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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我被撞瘫了，怎么了？没有啦。哦，你还没有到吗？我刚刚有火，快跳上来！我骑到火里面哦，就是在火这边吗？夸张，对对对，等一下，你根本就无所谓了，帮你敷。好啊，哦有，现在就我就平屋顶啊，不想要做斜屋顶，好累啊。平，现在还捡我的尸体了。有，其实地上有一堆啊，你可以去捡。对，把我甩下来了，不要不要，这里不要，这里快，慢慢快，慢慢快。我来烤一些马铃薯好了。你要喂两个会比较保险。没事没事，这里没怪。我做个面好深哦。你没有铁矿，我看到水晶了，我要捡水晶，我要捡水晶。不要了，我要捡水晶哦，那我下马。我要下马捡水晶。我要捡水晶，捡水晶。骑到底嘞！哎呦嗨！哎、欸，地上是什么？是睡袋吗？你这里没有路了、啊欸。那个好像睡袋。到底了，到底了。因为我会捡东西，一直碰到那个，然后就捡。那可以把先把它捡起来。又拿水晶了。捡不起来。你按 Q。太小，有了，我捡到水晶了。Q。然后四。啊，走！哎、欸，香菇可以采走、欸，哎、啊，香菇可以采走。香菇可以采。香菇采一采，我包包买了。哦。我的照亮下来了，再跳，好可怕、啊，这里好可怕、啊我身上好像也已经满了。嘿，哎、欸，狼来了，狼来了！啊，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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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去出去出去！我捡到很多水晶了，可是我们没有铁。对啊，没有铁，很亏。
我们应该可以做个手梯子吧，团团。有梯子吗？有啊，有啊。有啊。哦。那梯子不能不是爬的，它是直接到顶的，所以它你要有二楼。哦。这样这样这样。哦哦，好好好好好好。哦哦，你直接上来。对。哎呦。巧。冻嘞。冷。我觉得很冷，我觉得冷了，我就要穿衣服。我也是。哦，附近好多狼哦。哎、欸，我被甩下来了！别！里面好凶啊！里面完全幸福。这是什么？衣服是不是掉地上？赶快再喂啊！赶快再喂啊！旁边这边没有怪的地方喂一下好了。笨马还是把我甩下来？你这笨马！去扶他一下，给他吃个东西。这里啊，不是的，是啊，不是骑上去了。那时候是吧？啊，不是啦，拍谁了？嗯。木材怎么直接拿下来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过两分钟你要用砍的砍掉。啊、哦，变木。等下我送你的马，我穿裙子啊，鱼。啊、哦，不是啊，白痴哦。你的马穿裙？马穿裙子。香菇啦。哈哈哈哈哈！香菇。不是，来来来，小雨过来，小雨过来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穿个鞋子。在奶上面、啊。对，刚刚是这样子，这样。哇塞，倒退，倒退一下，倒退一下，往后撸一点，不能，他不能倒退了。哦，对，他不能倒退撸，他只能往前。怎么穿裙子？怎么穿裙子？太刚好了吧！洞穴里面捡出来的香菇，那么大哦。啊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这样。好猛啊、哦！太坑了吧！好暗哦。对啊，真的是很暗。我去上个厕所。我楼上插个火把好了。好啊。请插，请插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干嘛？天啊！怎样怎样？不小心踩，误闯雷区。哇，木头用真快。现在等白天。对啊，可是等到白天就好久。真的啊。拍两声。拍两声。我现在才十一点。你们还有好久、啊，好久的。我们要做个睡袋。我觉得可以做个睡袋，大家一起睡一睡。可是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工作、啊？等你上得去吗？啊，这边没有本部，没有下来啦，没有啊。我有，你们要做几个？有时候梯子上得去，有时候下。因为现在地上有一张，然后看一下床，我、哦、可以做哎、欸。我找一些，对啊，应该都可以做。树枝就没有没有很难做，树枝跟绳子吗？本部的。诶、欸，哪一个？在有一个像椅子的东西，然后点进去有个、哦。点进去，然后椅子还是床？出来东西嘞？床。做床比较好吧、欸，死掉的话比较不会那个。嗯。下下来还是？我可以做两个。你也可以先，你也可以那个。睡袋先不要拿起，不是啊，就床哎、欸，就一定要下马才能做，不是吗？对，下马才能做。我可以做五个床，我躺了，你躺啊，家里的人、哦，我的马走了。好，我们要躺吗？快，我们真的很危险，快躺，拜托。这也真的很危险。可是我们都躺在床上了，坐床啊，坐树枝就可以坐了，很简单。对，树枝、树枝跟绳子。我坐。好，给你。或者是你坐睡袋，所以要下来才能坐。对，因为地上有一个那个睡袋。好，到哪里？再不快点，我们要被吃了。我们两个都躺睡了，我睡了。我们两个都躺了。杰瑞，我们要喂食喂了。杰瑞，还有谁？我们都睡了。然后你按一下左键，左键。走啦、Sleeping place， 我们要变成食物了、哦。要到哪里 ？It's already 要变食物了，要变食物了。来啊！I'm hungry， 我被要挟，要被要挟、啊。好啦，差两，差三票，差两个，到哪里？点左键吗？点左键，躺下之后点左键。你点左键就好了。点左键就好，点左键就好。点左键，他会要你选四个。我刚才问说选哪一个啊？是的，就左边，对左边的。Morning 的 ，Morning。我要饿死了！我快饿死了！快被吃了！还有谁点了？我点了，点了，我都点了，都点了。看，是踢掉那个路人啊？不会吧？我觉得跟路人有关吧。等一下我去把他杀死。七个人呢、欸？
七个，可是七个人呢、欸？我们啊，那个不算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我没有看到哈记的那个，有哈死了，哦、对、啊、有了有了，现在才有啊！欸、刚刚啊，抱歉，啊、哇，打人，打了啦！我不能点到了，救命啊！好了好了，原本我的床打爆了。等一下，我喝，我放一张床还给我。我喝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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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躺了，我躺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怎么变四个了？没事，我们躺上来了，我们躺上来了。啊！我水倒出来了，白痴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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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哇！怎么那么雾啊？怎么变这样子？雾霾成这样子啊？大成雾霾哦！要死我！你怎么起不起？起成这样子？天气是不是啊？对，天气怎样啊？这里就是，哇，这雾超浓，这雾霾、欸，这个是雾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是正常的？我没看到没有。你下来啊！你下来、啊，你没有看到？哦、你是那个你在洞窟里面啊？没有啊，没有看到外面啊。奇怪，阿静，你的床好特别啊，在这里。对啊，有啊，山上比较安全。都是。这起雾啦、啊！哦，正常、啊、正常、啊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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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始太阳出来就好多了。从上面走下来就好一点。哎、欸，你这个梯子不能用嘞，杰克。不对啊，这时候就不能用，我不知道什么。哎、欸，没办法用。要来捡木头啊，你不烧木头。嗯，那这个要怎么？这个要把它打掉吗？打掉。把它打掉吧。我想去找铁矿。来捡个木头啊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先把这个打掉。也没有铁。然后就别，可能要别做岛了、嗯。去第一号啊。这个是二阶的了哎、欸。对啊，先去一号岛吧。可以一号岛吗？也是可以。走啊，回到刚刚穿的地方。打掉了。小心雷区、哦、来了！那个雷区真的很好笑。雷区，地雷区。对啊。雷区中间还有个人，想去跟他玩一下。那是应该是敌对 NPC 啊，看起来。真的哦。而且他头上有头盔什么的、啊，说不定打死他可以拿。对啊，想说还要打死他。对啊，雷区，雷区就很麻烦。啊！我的妈！他为什么从我面前跑过去，然后他变成肉块了？你怎么这样对你的马？他突然从我面前跑过去，你好坏哦！怪，不能怪我。哎呦，跳到水里面了！我在竹筏旁边了。哇，我要过去了。你的马是粉红色的、欸，粉红色的谁的马？我的偏紫的，我看是紫的。哦，紫的。我要走了。好了，我们再做一个梯子，确、啊、定好。你要往一号岛走是吧？对啊，你要不要上来？等我，等我。我在跑了，我在跑。我在跑。哎、欸，有熊是不是？那是熊吗？熊嗎可以耶。熊也是主动怪哦。也是三个。哦，那是熊吗？不是，那是猪，看错了。可以耶。什么东西？你要把马载上去？对啊。对对对 对, 對, 對。哦，刚不够高啦。你没办法下马。要高一点才可以。啊，我还是不行啊。啊，多人可以想踩，可是但又见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快点，小雨来。还是有这里有洞。快来了。怪、啊，刚刚我可能卡在入口吧。快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。早安，他你好奇怪、哦。下课一下。嗯。你有点歪哦，你有点歪哦。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。好危险哦！等我一下，我来了。我调整零点了，我调整一点了，我的马后脚在外面了。那没办法站好了。还有没有马可以驯服啊？等一下。哎呀，我重来一次，我重来一次。我笑死。我把鼓一点，我把鼓一点，我把鼓一点。那你还有马吗？没有马了。好好好。有吧？我刚来路上看到很多只，有鹿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。我上去了。斜的，我看假。这是匹马谁的？斜的，这繁星的。你要骑啊，你骑啊。哦、我把骑过去了。杰克 QQ， 不行，我不能骑。还是你要滑啊？啊？什么少一个？好，那我滑，那我滑，那我滑。有有，那边那边还没盖完，还没盖完。好笑。放我一条啦！我要掉几重米了。你在跑酷上来？为什么？对，我要吃东西耶！等一下，我去岸上吃个东西。哦、我饿死了。我倒往后倒一点，因为你们会比较好调。好了，好，等小雨。我吃一下东西。你没有看到一等的倒在旁边？前面啊，对啊。二等啊，才是。
我等下就把船打爆，让你们全部沉下去。哇，变海马了、喔！划船就跳国跳国内那样子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！我切画面，抱歉，我切画面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不这样试的话，等下他就在海上就这样子了、喔。走吧，走吧。好了，走了。阿基，你刚是不是也想要这样子啊？没有，并没有，没有。切画面，不要自己跳下去，我就不管了、喔。嗯、我的马比较小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真的，嗯，我看差不多、啊。哦啊，应该是那个马低头啊，现在看差不多。对啊，那我的马也太沮丧了吧，又在低。不会啊，我在看我的，是我的马一直低头。哦。这时候 GT 要说按 F， 按 F 可以加速。哈哈哈哈哈！就跳。按右键那个吗？按右键按着可以加速。哦，好，没事，晕。对，有可能会起雾。没有啦，因为刚刚看到空中有一片小小白白的，以为是高山。不是，不是，哦，误会他了。嗯，好点。这是第二座岛，有帆船话比较好，因为他就不用按着 W。嗯，哦、啊，那一来就要奇怪的画面，什么奇怪的画面？这大家骑马干、啊、嘛？骑马怎么了？要骑马？你说三个人骑在一只马上面吗？三个融合的马。我的天、啊！哇！路人就说：“你看那个马多可怜。”看我三个人侧面看，我们三个人超强的，一直在点头啊，超在点头、啊，小我一直动，超好笑。一直摇，一直摇，哎，超白痴的。不过你看，我们一个人加三匹马啊，不是四个人加三匹马，跟前面那个吃水差不多啊。哇，一样重量啊，这个一样可以。超猛！好猛哦、喔，这个船超猛的。超猛！太厉害了，这载重厉害。你看这艘船三匹马力哦、喔。真的三匹马力。你这艘船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什么？这个、啊、前面那看起来很荒芜、欸，说上面吗？对啊，就一个盖子啊。只是那个没显示啊。我知道为什么，我看起来我的马比较低的啦，我的马是斜的啦。没有没有，好像刚一看看到自己的时候嘛，尤其你看，可是其他你看真屁股特别翘，头特别低，就知道是马是斜的。是说这会有鲨鱼啊？好希望鲨鱼、啊，以前有，现在好像没有。那你，我以为这座岛很近的呢，还蛮远的。看没有看地，看地图哦，看到我看到椰子了，有了椰子树，椰子树，热带的哦，可能会有犀牛哦，犀牛，其他可以养吗？犀牛跟鸵鸟，第一个是可以养吗？可以养吗？可以想养它，我想养鸵鸟也可以啦，感觉鸵鸟骑起来也不错，对啊，可以冲过去然后踢人家一脚。感觉很棒哎！你说骑他一脚吗？对，鸵鸟啊，骑在上面的时候，它可以跑，有人进来是不是？哎，鸵鸟会跑超快。对啊，冲很快啊，然后看到人给它踢一下，看到四脚兽，应该都是马。看到白白的东西了，白白的东西，一白。不知道很远的地方有白白，有个特别白的东西，马。哦，那是马吧？那是马吧？好像是。对，马。白马。那个马看起来特别大只啊。那也是马，你有看到？那好像也是马。对啊，前面那个、哦、最前面好像犀牛。哎、欸，有犀牛，看到犀牛吗？灰色的。没有。它是主动被动？看到了。主动。哦，好像有。哦、有鸵鸟，鸵鸟看到鸵鸟了。沙子哦，我看一下现在里面有多少。看到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可爱哦。那是猎犬。等一下，你看要不要做那个？左边那只在吃饲料。哪个？我找一下。好可爱哦。好，定居在这边了。哦，犀牛也好可爱哦！真的，我们好像在那个动物园六福村，有没有？那个观光列车，真的，坐那个观光列车。非洲动物区。哇！鸵鸟！哇！哇！好可爱哦！撞你！好可爱哦！它屁股肥肥的，肚子好大，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马被猎犬咬。对啊，我不敢下。
就是那个吧？哎、欸，骆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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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等下帮我做两个二层四层一的。越过山林，越过山林，这里，这里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另外一边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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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。好，有看到吗？然后剩下都是那个十字架的，十字架的要在两个。嗯，我来了。就好的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在在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单峰骆驼。哎、欸，骆驼总可以骑了吧？喂喂看哈，喂喂 A。哎、欸，不行。不行啊。不行，他们的东西可以喂。还是你要吃？要吃草吗？还是你？我走很慢，你不要跑走啊！你不要跑走啦！有了，有了，犀牛，犀牛走过来了。我有骑，我马，我马了，我骑手骑马了。这马好帅哦，那只马。你吃啦，吃啦，过来哦。我怕我下来的地头油。我试试看、啊。哎、欸，看到帐篷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海边，海边、哦，印第安帐篷。影院右边，影院右边，右边，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我看到海边有东西。哦，在右边，在右边。我杰瑞发现东西都不讲的。我刚才看到，我以为你们看到这个，我刚想说，嗯，是这个吗？就不是啊。哦，好酷哦，这是摊子，是不是？好像可以看到跟我不一样。买东西喽。Hello there, would you like to?